再看得28种利益，第一，天龙护念；二者善果日增；第三，极甚上因；第四，菩提不退。好，我挑重点讲。第一个，你真正发心修地藏菩萨的时候，很多人都会问，也有一个莲友问问题，有一个莲友问师父，有些人在念地藏经或者大悲咒，常常会有众生，众生就是那种嘿嘿嘿嘿嘿的在你旁边。有些人会看到这些，有些人会听到凄惨的哭叫声，对，这是真实发生的。请问师父，我们在念诵这样类的经文的时候，必然会发起众生出现的状况吗？答案不一定，有些人会有，有些人不会有。那看你跟他的缘。他说我并不敏感，我也感觉不到、听不到众生的存在左右。请问师父，当假如我们不小心感受到他们在旁边的时候，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心态对待他？我们还是请他赶快走 ，Get out of the way, Get out of the way, Get out of the way， 还是最好从心里祈求地藏菩萨或观音菩萨放光加持他，引导他们解脱三恶道。这样子对他们的观想对吗？请问师父，我们有更好的建议如何协助他们，对他们有解脱生死的利益，也不会对我们本身有伤害？如果会产生伤害的话，答案是第一个，你跟他有缘，但是他会不会来伤害你，要看你跟他的有缘。举一个例子好了，假如你现在在新加坡啊，是年轻人 Young Generation，半夜呢到 night club 去，结果喝了酒跟人家打了架，或者吸了毒交了坏的朋友，就一些小的不良少年。那不良少年走在路上的时候，他会不会看你啊？会啊，他会瞪你一下。你要是瞪他一下的话，他就拿个刀子来戳你了。人与人都如此。那所以幽冥界众生里面，他来找你一定跟你有缘。答案是会有善缘，也会有恶缘，两种都会产生，也会混淆在一起。好，现在的重点是每一个人会不会碰到呢？不一定。对，像我师父就不会碰到，大概我头太亮了，他们无法靠近吧？不知道。不过我也度过幽冥界众生，哎，我想这个我不想说，哎，因为我不想说太多炫耀，不然让你误会。我讲的是佛法。第二个，你要怎么面对它呢？大悲心，就像你看到小猫小狗今天受伤，它很可怜。其实幽冥界众生来找你不一定是坏事，先要了解鬼也是六道众生之一，鬼也是从人投胎去的，对不对？我上次说过嘛，在精明佛学问你，人比较可怕还是鬼比较可怕？答案是人呐、啊，小气鬼、酒鬼、色鬼、毒鬼、吝啬鬼、欺骗鬼，鬼看到我们更可怕，他看到我们身上哦，到放火焰的，他都不敢靠近你的。所以我觉得你应该有大悲心对他们。不要怕。第二个就是不要赶他们走，赶他们走这样违反你菩萨界救度众生。你刚才说观想观音或地藏菩萨放光加持他，答案对了，就用这个方法。甚至有些你看到鬼的时候，你可以跟他对话，对话不一定讲话，就像我坐在这里，哎，他讲什么我就知道。那你可以问他 ，How can I help you？ 我如何帮助你？我当然不一定讲中文了哈。假设是潮州人就讲潮州话，闽南人就讲闽南话，啊，这样的讲国语就讲国语，语言是空性的，你动念头它就会合掌。哎呀，我很苦，你是佛教徒，我现在呢堕入幽冥界众生，我很苦很苦，你帮我做功德吧。甚至他会主动跟你讲，你帮我念啊1000遍金刚经吧，或是你帮我做法会，念1000遍金刚经我就可以。有时候他会有自己的要求，就好像朋友生日了，你想满他的愿望，就让他欢喜嘛。所以你就可以问他，我如何帮助你？所以你天龙护念，假如你会碰到这些幽冥界众生，其实你过去一定跟他有缘，你不要放弃，要帮助他。第二个，善果日增，你修行的每一天呢，都会一直增上。当然，你烦恼来的时候也会退，所以凡夫没有正不退转的时候呢，都会起起伏伏的。举一个例子，小朋友考试的时候，若他之前没有生病，心情很愉快，他就考得很好。 只要他最近喜欢看电视、打电动，每天晚睡又发脾气，最后就考不好，谁造成的？自己造成的。这里讲善果日增是要你精进才会日增，注意听，你要精进才会日增，你不精进的话，你还是会退的。第三个，极甚上因，极甚上因就是呢，你会积聚很多成就无上圣者的功德。学佛呢？ 对不对？是呢，要成就这个无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圣人之因的。好，接下来刚才那个恶鬼善果日增呢，师父再补充一下。那当然，天龙八部会护念你，可是呢，过去跟你有缘的这个冤亲债主啊，也会跟着你，因为你是佛弟子，一个来保护你。 第二个，假如你自己起了恶心，动了恶行，造了恶业的话，你就会恶果日增。所以我跟你说，经文虽这样讲，但是呢，是要你精进，你的善果才日增。第三个，极甚上因，意思说你行善的人要发愿跟回向。所以每一次访座最后一天，虽然有时候晚一点，师父还是要帮你回向。啊，所以昨天那个绕跑的老菩萨，你要补回向的哈。 真的，师父讲真心话，学佛就是这样，哎。那你行善若不发愿回向的话，你行善就会变成人天的因，这是第三个极甚上因，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甚上因。第四个菩提不对，请菩提不对画起来。这个娑婆世界最苦、最苦、最苦是什么呢？你修行会退步，因为有很多恶缘。 恶的有，还有假的善知识，还有你做太用功的话，别的莲友看了也会吃醋，也会讲你的坏话，泼你的冷水。所以这个娑婆世界修行啊，进步的比较少，其实退的比较多。所以地藏菩萨，你常常拜地藏菩萨的话，遇到逆境啊，你就会想啊，这是来考验我跟磨练我的，你的道心才会精进，你菩提才会不退。那真正要不退呢，要正果。 起码要证出果须陀洹或四果阿罗汉。假如大乘的角度来讲，起码要证到出地欢喜地菩萨。所以为什么说去极乐世界可以证八地不动地菩萨？这是有殊胜的地方。接下来再看第五，衣食丰足；第六个，疾疫不临。好，讲衣食丰足呢，就是本来你呢食衣住行啊有困难的，然后呢不论在家出家。 然后呢，你有困难的话呢，你可以拜地藏菩萨。当然，出家众按照佛的这个戒律，你精进修持，只要你认真修持，都会有人供养你的。那在家居士有时候会说：“师父啊，我没有福报出家，我就担心我的晚年呐、啊，有关心我的公积金呢，嘿，被小朋友呢就来捞老本。”不要担心，拜地藏菩萨他就捞不到了，真的。 第六个，疾疫不临。注意听，这里的疾疫不临是指外在的病毒，并不是说你不会生病，你自己造的恶业、杀业重报而轻受，你还是会生病的。那病的是你的业，待会我会正式公开跟你讲地藏菩萨度我的故事。哎，师父今年出家22年，哎，23年前啊，哎，就是地藏菩萨度我出家的，待会我会讲，所以。 你要理解经文，要正确，要完整，不能看说有吗？这里讲衣食丰足，奇怪，我只是中马票，每次都没中到呢。那问题，这个不是你的福报，当然你不会中啊。你中的话，也是你的福报，也跑不掉的，对不对？所以疾疫不临是指外在的病毒不会干扰你，但是说你自己过去造的杀业，你还是会生病的。那你念地藏菩萨。 然后呢，他的病会铲除。注意听，铲除业障像一个，专听听，专听听。铲除业障像一座冰山呐、啊。待会我会讲全球暖化，太阳哦，一光一照的时候，冰就开始融化，它绝对融，你不要怀疑。但是问题，每个人融的不一样。假如这座冰山呢，有些人比较满，慢慢融要10年。可是假如你太阳的光加强，像现在的太阳能有没有？很大很大的电能这样，那冰山呢，本来10年融化的，现在呢5年就融化了。你再更用功一点，3年就融化。再更精进一点，1年就融化。所以注意听，冰山遇到太阳一定会融化。这个比喻是说，地藏菩萨的佛力加持，你的法力修持，跟你自己的精进力啊，一定业障会铲除，但是要有耐性。不是说今天听到这座地藏法门好，下个礼拜我就开始拜地藏忏，然后下个月你所有的身体都铲除了，没那么快。是什么呢？因为你无量劫造的业啊，哎呀，不知道有多少座冰山呐，无量无边，它一定会再铲除业障的，所以要有信心。我常常听到佛友讲话里面，哎呦，修这么久哦，一点感应都没有，其实佛法没什么效的，对不对？读那么多干什么？读了又没有用。常常讲一些似是而非的话，不对。极意不灵是指外在的病毒不会干扰你，地藏菩萨加持你，你好像一个保护壳一样，你不会生病。可是你自己的杀业的话，还是会业力现前的。你要随缘消旧业，更莫造新殃。好，讲到病，好讲我的例子好了。我这一段里面会讲慢一点，我会讲很多故事。今天哈，鼓励大家。我自己很惭愧，我刚出家的时候，老实说，师父这辈子身体不太好。你看我瘦瘦的，我不是壮壮的，可是潜意识的我相貌非常的庄严，非常壮。我潜意识也是修行人。这一世呢，很惭愧，因为潜意识，所谓潜意识不止前一个，是指你前很多很多的事，无量劫的业力啊，我杀业非常重。所以我当出家的时候呢，我是先学观音法门、大悲咒、心经，还有师父教我读金刚经。后来呢，我听到了阿弥陀经，我真正第一步啊，对西方极乐世界比较了解，是讲阿弥陀经跟读阿弥陀经要解，甚至讲阿弥陀经。后来呢，也读了地藏经，看到呢，啊，要从忏悔业障开始。然后我就觉得呢，我想出家。那时候我是小学老师，然后呢，要去当兵之前，我就一直想出家，可是我不敢讲，因为我妈妈不肯。我妈妈对我一生栽培很多，然后呢，她怕失去我。可是我想一想，从佛陀出家，你知道佛陀出家是半夜绕跑的，对不对？各位都知道。所以，那难道你的福报比佛陀大吗？所以佛陀半夜都绕跑的话，那我也一定要绕跑吧，对不对？你要碰到像佛光山，还有全球很多人，爸爸妈妈欢喜心送你出家，那我要赞叹你是多生多劫修的，连佛陀都要示现，说明五浊恶世要出家，障碍一定很多。所以我那时候想出家，我就开始诵地藏经，然后拜观世音菩萨跟拜地藏菩萨，我两个菩萨都拜，因为我跟这两位菩萨都有缘。而且我去当兵的时候，出操训练，人家呢，我的号码叫116，我还记得，人家跑步的时候打1234，我心里念的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我很高兴。然后站岗的时候呢，虽然会流汗，可是我心很宁静。为什么？我拿念珠在念佛，我没有浪费时间呢。所以我的班长有常常跟我讲116，你在干什么？我说没有，班长没事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然后呢，后来训练中心训练完1个月2个月，我下部队。下完部队以后，你知道吗？我开始当兵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好，我一天我还念一部《地藏经》跟《金刚经》啊。我事情做完了以后呢，然后呢，我就躲到这个楼梯间，因为很多人呢，你知道当兵都很无聊的嘛，就是讲什么乱七八糟的话啊，打牌啊，看电视啊，讲黄色笑话 ，whatever， 你们比我还熟的哈。所以呢，我就呢，他们在聊天吃饭的时候呢，我吃完饭呢，我做完的时候，我就躲到楼梯间去，我就念我的经，念《金刚经》跟《地藏经》，我就求观音菩萨跟地藏菩萨要出家。结果呢，有一天我读到经文，一直读嘛，若遇杀生者，则说数殃短命报，对不对？若遇邪淫者，则说却歌鸳鸯报，对不对？各位经文都很熟啊，是不是也记得？我就想，奇怪啦，我这辈子也没杀生啊。想一想，哎呀，很惭愧哦，小时候不小人啊，不懂佛法，看到蚂蚁，这样子，对不对？那一点点，可是我真的没有杀生啊，我这辈子呢，心很好啊。那天晚上我念完《地藏经》以后就回向，回向完了以后，我什么都没想，我就动个念头就睡觉了。睡觉的时候我就做梦到地藏菩萨，怎么样呢？我往一个山庙走，走一走呢，有一座寺庙，寺庙旁边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山洞，我就进去走走，哎，很高兴，看到了。然后呢，我就看到一个老人家啊，道貌岸然的坐在那个山洞里打坐。那个老人家啊，就好像修了几千万劫一样，耳朵大大的，然后全身穿金色的袈裟，鞋子没有戴帽子，他是光头的，然后呢也没有拿摩尼珠，什么都没有，就修禅定印这样。我看到非常欢喜，我说：“哎呀，这个老人家已经修了几千万劫，很不容易。”我就跑过去，我梦中我就给他顶礼，然后呢我就问了老和尚一句话：“老和尚啊，我的身体不太好哎，为什么？”他笑一笑，有因必有果啊。最后他就结这个，我后来去查叫中品说法印，这个叫上品说法印。中间手指是这样，他右手一弹指呢，就现出了像看是电视荧幕一样，我就看到我两世在杀生啊，真的就像看电影嘛。我现在跟你讲，注意听，25年前的记忆都还是清清楚楚，那是地藏菩萨来度我的。所以我这次要讲《地藏经》，我非常非常的欢喜跟感动。虽然师父很忙很累，可是我内心真的很欢喜，因为我要报地藏菩萨的恩德，所以我发愿做科判。这个讲义我足足做了1个月，我真的想报地藏菩萨的恩。然后呢，我继续讲我的故事，然后我就看到2段像电视荧幕一样，一个呢是大概春秋战国时代嘛，所以人的寿命啊，我先讲故事哈。春秋战国时代呢，或者王公贵族，这2世的荧幕里面我都是男众。然后春秋战国时代呢，中国人讲礼乐射御书数，人呢，这个所谓的士大夫都要学礼乐射御书数。射是什么？射箭。我就看着我啊，相貌庄严，骑着马车，带着仆人出去干嘛？打猎，梅花鹿这样，咻啪，然后旁边说：“主人你好厉害，好厉害，你是好厉害，好厉害。”然后我也很得意。天哪，那梅花鹿就这样子跑，全部都在流血。哎呀，我看到我自己都流泪了。另外一世呢，大概呢，春秋战国嘛，再过来大概是魏晋南北朝到唐朝吧，那一段时间，我是武林高手。我穿一身水蓝色的衣服，我在呢树林间飞檐走壁，会飞，而且呢练剑，知道吗？剑要有剑拔子，剑拔子有些是用木头，对不对？可是我在梦中看到我很愚痴，我竟然抓小白兔来练剑，所以小白兔的脖子跟肩膀都被我砍得都流血。所以师父这边呢，刚学佛的时候，我的脖子跟肩膀是血路不通的。哎呀，我就看到泪流满面，我就跟老和尚忏悔：“阿弥陀佛，我杀了很多很多的众生啊！”我说：“老和尚，我跟你忏悔，不管我过去有意无意，反正我就造了恶业。我说我要开始发心吃素。”上那时候我已经吃素了，我说我要发心继续吃素，我要出家，我要学佛法，我要弘扬佛法，利益众生。老和尚很高兴，他笑一笑，我就梦醒了。后来我真的呢，不久当完兵回来，我就出家了。师父讲这个真实很丑陋的故事给你听，就是说人真的有无量劫的因果。我没有学佛之前，在世间来讲，我读书都是全班第1名毕业的，我全校第3名毕业。我从小都非常聪明，但是呢，很自私，没什么慈悲心，只考虑到自己，不考虑别人。所以，当我第一次读到《华严经》的经文“但愿众生得离苦啊，不为自身求安乐”的时候，我流眼泪了，我吓了一跳，这是什么啊？怎么有这么棒的经文呢？我就问我老师，他说这是《华严经》。所以，人的寿命有无量劫，这是第一个，人有轮回。可是因为我是知识分子，我们知识分子呢，往往呢眼睛看不到，我们不相信，所以地藏菩萨就真的用神通力让我看到我的过去世，过去很多很多世，尤其2世都在杀生，所以那时候我就非常非常忏悔。那醒了以后呢，流了眼泪，然后呢，这个呢棉被也湿了。可是那时候我就知道，好，我开始要发心修吧，然后就开始吃素，然后就开始放生。护生，然后弘扬佛法，利益众生。然后呢，所以地藏菩萨要度知识分子啊，你就是很固执的人，你就要让他看到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世。第二个，我刚才说过嘛，哈，师父呢是梅花鹿剑，对不对？剑术很好。我刚才也看到我是武林高手，对不对？所以很神奇的是，这辈子啊，我对穴道很了解。 我不用人家教，我看书我就会针灸的，真的，师父学过。像有时候跟你们讲经很累，我回到房间我就针灸，然后就静坐。师父会针灸哎，谁教我？没人教我，这些穴道我都知道。那就是过去练剑留下来的记忆。第三，因为呢，梦中里面我杀小白兔，对不对？哎呀，阿弥陀佛！现在想起来，阿弥陀佛。所以呢，我刚刚学佛的时候，我很多年脖子跟血路这边都不通。你看所有的中医生针灸啊、吃药都没有用。最后做了那个梦以后，我就不吃药了，因为那是业力病，所以我就把那个钱做医药布施，供养三宝。然后呢，师父呢，出了家以后，我很认真的继续念地藏经。后来我改读无量寿经，无量寿经最高我一天可以念7遍，我念满了3000遍。 我每天呢就拜佛，也拜地藏菩萨。我足足很用功的出了家，出家第一年很辛苦，要做很多事。一有空我就用功，师父足足用功了1年以后，我这边才开始好。到现在我这边都好了，现在打电脑又不太好了，对不起。然后那是现代病，不是业障病。所以你要知道，业真的有，不要怀疑。所以。 很多老菩萨都跟我说：“师父，为什么我们家这样？师父，为什么我老公外遇？师父，为什么我女儿不听话？师父，我的儿子为什么都被人家陷害？都有因果的。你拜地藏菩萨吧，怎么拜？注意听，地藏菩萨摩诃萨，地藏菩萨摩诃萨，专心听。弟子很愚痴啊！我虽然了解佛法，可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的因果啊，我真的不明了。” 我有很多很多的烦恼疑惑，希望你在梦中让我看到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的因果，你就会解决你的答案。真的，你可以拜地藏菩萨，一定满你的愿。师父也回向，你常常发梦，好不好？因为有太多的疑惑了，你可能不相信别人，你可能无法判断他跟你讲真跟假。拜地藏菩萨。好，再讲一个故事，连着讲到梦，注意听哈，没关系，慢慢讲。 在孟山老和尚讲记里面曾经讲一个故事，中国大陆有一对夫妇，他晚年呢得子，平常他是不孕症的，他听到人家说拜地藏菩萨，注意听，中国是求观音跟地藏都可以拜求子，中国人大部分都拜观世音菩萨，叫送子观音。明天跟后天哈，我会介绍东密的地藏菩萨跟西藏的地藏菩萨，在日本啊就是拜地藏菩萨求小孩的。 然后呢，他们两个夫妇呢，一听到地藏菩萨可以求子，他就很高兴，就开始找人家画地藏菩萨的画像，然后呢就拜，然后呢，哎，他真的就有孩子了，而且不但有孩子，一连呢生了8个孩子，哇，真能生！生了这个孩子以后，刚开始他当然很欢喜啊，小孩子小小的嘛，对不对？当然很欢喜啊，他非常高兴。慢慢长大，就开始呢青春期了，不乖了，叛逆的，长大工作呢。 一个养一个飞走一个，养一个飞走一个，而且回来呢都对父母非常不孝顺，破口大骂，虐待爸爸妈妈。这时候晚年的时候，2个爸爸妈妈他端在厨房里面吃那个破碗，吃他们的剩菜剩饭。他那时候泪流满面，地藏菩萨，地藏菩萨，我跟你拜小孩，你怎么送我8个，而且8个都不孝子啊，对不对？他突然后悔，早知道我当初不要拜地藏王菩萨。 他动这念头呢，2个晚上睡，烧了香就睡觉了。地藏菩萨跟他说，他叫他善男子、善女人啊，叫他的名字。他说啊，你当时不是要叫我求小孩吗？对不对？你虔诚拜我，我就送你。怎么我送完以后呢，你又来骂我嘞？对不对？他说我告诉你，没办法，一切法从因缘生。其实这8个小孩啊，都是你的冤亲债主，投胎要有缘。 不相信，注意听。明天一大早清晨的时候，他们家乡有一条河。他说呢，一大早天还没亮的时候，太阳没出来，你们夫妇2个人到河边去念地藏圣号，看你自己水中的倒影，你就会看到你跟他过去的因缘。地藏菩萨指点他，结果他们2个呢，突然半夜就醒了，他说：“哎，老公，刚才我做一个梦，老婆我也做一样梦，两个讲一样。”他说：“好，那我们赶快烧香。”烧完香以后呢，他们呢也有的兴奋，就一直念第一章圣号，也没什么睡了哈。在天亮还没有之前呢，两个人就这样，趁着小孩子们不知道的时候，就嘟嘟嘟嘟嘟嘟跑到河边去，然后就看着河，然后呢自己的身影，然后就念地藏圣号。这时候他才看到，哎呀，老大原来是过去啊做生意啊要陷害他的，差一点没把他宰了。哎呀，阿弥陀佛！老二呢是土匪来投胎的，抢到他家，结果他们俩跟他吵架，觉得没被他抢到钱。老三呢是专门放高利贷的，赌场的。那他们两个过去呢好赌，所以输给他。所以这样一幕一幕，原来8个都是他的冤亲债主。就看到最后一幕是什么？8个人都在，8个孩子一起把那老太太跟老先生一起掐死。那一刹那间，他吓醒了，他继续念地藏圣号，他才知道糟糕了。晚年的时候，我们两个一定会被这8个小孩害死的。这时候他才知道。以前我不知事实真相，要求小孩，结果求了小孩却是冤亲债主来投胎，逃也逃不掉。所以最后呢，他呢就回去拜地藏菩萨，说：“地藏菩萨，这个8个小孩我都不要，送你啦。”然后呢，我们老哥呢只有2个，一个希望就是2个好好活下去，将来我们想去极乐净土。后来呢，地藏菩萨的感应的确让那个8个小孩呢，一个一个都到外面去工作了。所以最后呢，8个小孩就没有联合起来一起杀他爸爸妈妈了。我讲这个故事是告诉你真的，但是你注意听理解这个故事也要正确，不是说所有的家人来投胎都是冤亲债主，不一定。有些呢婆媳之间很好，有些呢夫妻也是多生都结了一起的同修，而是说有些孩子来投胎是你不能控制的。那你可以拜地藏菩萨。让你看到你跟他过去世姻缘，可以发愿吧，啊！但是做了梦呢，你就不用来问我，不然我就是变成专门解梦的周公啦。你真的可以让你看到自己跟别人的姻缘，你可以拜地藏菩萨，因为我们人有时候疑惑。举个例子，我看到这个人啊、哦，好欢喜哦，我过去不知道跟他有什么缘，那是善缘。这个我跟他老板哦，讲没几句就吵架，那一定你过去跟他有恶缘。除了过去的缘之外，今生你要修忍辱，要忍让，要谦卑，要体谅，多修慈悲观，体谅别人，你的缘就会慢慢改。接下来再看第7个离水火灾，就是水灾跟火灾来的时候呢，你呢不会像一般人陷为业力。第8个无盗贼恶。前几天我讲了弘一大师，对不对？半夜的时候寺庙被偷，弘一大师呢就没有遇到盗匪敲他的门，这也是弘一大师在《感应录》里亲自讲的。接下来第9个，人看到你都会非常的欢喜而且恭敬。第10个呢，冥冥之中呢，神鬼呢都会护持你，帮助你。接下来还有11，女转男生。女转男生意思是说女众啊在生理上比较苦，因为要生娃娃，要照顾孩子，尤其以前像呢爸爸妈妈哈，像我的妈妈的妈妈啊外婆就生8个孩子啊。我记得我妈妈小时候跟我讲，家里很苦的时候，放了学回来呢，她要后面背一个，前面背一个，左边拉一个，右边拉一个，另外旁边还要给她洗衣服洗澡，然后她还要忙着煮饭。以前人是很辛苦的，为什么？以前没有家庭教育的节育观念，所以就多子多孙多福气，拼命生。现在呢，养不起这么多了，所以以前呢，做女众真的很辛苦，而且以前的医药你知道吗？生了孩子以后，有些妈妈就过世了，佛陀的就是一个例子啊，摩耶夫人就过世了。所以以前医药没有这么发达的时候，做女众啊是真的很辛苦，所以有人就会发愿，我将来不要做女生，我要转男生。所以女转男生，你拜地藏菩萨也会满你的愿。就算你喜欢做女生，你会作为王臣女，就是王公贵族的这个女孩，千金或公主，你会是很尊贵的，有人服侍你的。13，端正相好，你的相貌会很庄严。第14，你会多生天上。听好，《地藏经》里面度的众生，从地狱恶鬼畜生先度到人道，人道以后呢，你若修，你就会升到天上。有些人是从人间去极乐净土，有人是从天上福德因缘够的时候去极乐净土。只有在天上跟人间都修过净土法门，不小心堕落到地狱恶鬼畜生，才会从三恶道，因为蒙佛加持啊，不管是蒙阿弥陀佛、观音菩萨或地藏菩萨的加持，才会从三恶道啊往生极乐世界。往生极乐世界，从三恶道往生极乐世界的人，表示他过去在天上跟人间一定修行过，了解吗？所以各位要知道，得了人身是很尊贵的。我常说一个笑话：一个狗可能念普贤行愿品吗？不会的。一个狗可能布施做功德，流通阿弥陀佛48大愿 DVD 嘛？不可能的。他一生就是畜生嘛。就是吃啊、睡啊、吃跟睡，然后怕人家杀，对不对？现在的狗呢，嘿，不小心呢还被人家拉去呢做呢宰狗肉，冬令禁捕啊，对不对？所以畜生是很可怜的，他很难逃他的被杀的恶业，所以在人间跟天上，你才能继续学习佛法。第15个，若你有福报成为帝王，就会变成很有仁德的帝王。16个，素智命通。数字命通，好，请做一个记号。就是常常诵地藏经的人呢，对于过去、现在、未来啊，你自己会很清楚。梦虽然是虚妄的，但是梦呢，也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这个记忆的显现。所以常常诵地藏经的人呢，有时候会做好梦，也会有做感应的梦。好，先让我经文讲完，待会我会讲故事给各位听。所以接下来再看。17，有求皆从，就是这个求是指你正当的，当然我要先提醒你，求马票是不太容易中的。假如你求了马票又会中，听好，那是你的福报，你过去是布施的因缘，而你现在中马票的福德。在台湾也是这样，全世界经济不景气，每一次供呢，我们叫乐透彩头奖的时候都是。1亿、3亿台币啊，真的就有人中了，而且他就是普通人。那你会说你怎么解释？他过去生布施得来的因。可是注意听，不是每一个人都会中的，像我就不会中，所以我也从来不签马票的。师父更不会，出了家我也不会，我在家也不会。为什么？我算一算我自己不会有这个福报的，我为什么不把那个钱真正去做布施、救济众生，真正真实的去种功德呢？18，眷属欢乐。假如你家人常常吵吵闹闹的话，拜地藏菩萨，家人业力铲除了，就会比较欢喜，生活在一起。19，诸恨消灭。这里的恨是指 any kind of accident, car accident, fire accident, or any kind of accident， 就是任何的各种意外灾害，火灾。水灾，包含车祸或种种的灾害。有时候你会听到一个你自己的亲朋好友，年纪轻轻的突然间说：“哎呀，他车祸就死了。”你最好的朋友，完了你就会觉得人生真的太无常了。上个礼拜才看到，怎么这个礼拜说他出去玩，对不对？就车祸过世了。有些人就是这样，那是他的业。20，业道永除，就是指在修行道上。不好的障碍的业呢，永远会除，所以常常呢，在家出家，在修行上，你会有很多所求不能满愿，很多的原因，包含你的业没有铲除，希望你多多拜地藏菩萨，这是他的愿力。好，接下来再看21，去处尽通，走到哪里呢都没有障碍，出去各种旅行啊，或出去出差啊，走到哪里呢，都没有障碍。有些人你会发现他哈，也有一种人。就是他很努力做很多事情啊，努力，到最后一关了，好奇怪，每次都失败了。那就这样说明两个现象：一，你的业障没有铲除；第二，你的福报不够。请你好好修行，拜地藏菩萨。业障铲除的时候，你所有的努力啊，好像 project 啊，或者 business 啊 ，traveling for business 出差啊，你才会圆满的。22，夜梦安乐。好，我调查一下，常常做梦呢，梦到这个噩梦的，请举手。最近一个月，最近1个月常常呢，做到善梦的请举手。好，没关系。最近1个月常常做白日梦的请举手。啊，很多人都是白日梦啊。好，这里是说明是说，有些人会做梦，注意听。 虽然很累很累回来了，你工作冲完凉，你睡觉了，身体躺在那里休息，可是念头没有停，一直想东想西想西，甚至就想到过去、现在跟未来，不管真的假的，它都发生了，而且都是恶念跟恶梦。平常没人跟他吵架，在梦里面一直跟人家吵架；平常没机会拿刀子杀人，在梦里一直拿刀子杀人。 那像这种噩梦很多的呢，师父也真是说，表示你的业力真的有点重，要忏除。那你忏除地藏菩萨，注意听，刚开始会念噩梦，慢慢的噩梦会越来越少。比如有人啊诵地藏经，一念呢就梦见死人跟棺材，恭喜你，这是你真正用功的，真的这是必经过程。以前我念地藏经也是这样，按照地藏经一样，刚开始呢一定都是噩梦，恶的种子先发芽，然后呢。 刀山剑树、油锅啦，有时候你会梦到死人啊、棺材啊，这样没关系，继续。然后呢，还梦到人家追杀你啊，我吓了一身冷汗啊，继续念。等到这个噩梦呢过了以后，开始就会注意第2个阶段，就是梦到善梦，梦到佛像啊，梦到参加一起拜忏啊，我梦到呢出家人啊，我梦见呢太阳、月亮、莲花、佛像，这个很好，善梦，不要执着，继续修。 修到最后呢，噩梦没有，善梦也没有，清净梦的时候，你的业才忏除，了解吗？所以有些业很重的话，可能你诵1年地藏经哦，1年的地藏经哦，晚上呢都做1年的噩梦，会，但是有时候也会梦到地藏菩萨的佛像跟圣号，啊，所以你常常念呢，你夜梦会安详，因为你夜梦安详，注意听。 晚上，假如你身体躺着，你念头不停，其实你非常累，第2天你就更累，然后呢，你的脾气就不好，恶性循环。我们凡夫是6道众生的欲界众生，所以你要休息，休息是身体要休息，心也要休息。所以常常做白日梦跟噩梦的人，更要拜地藏菩萨。 接下来23，先王离苦，这就是写坐下来，请做个记号。23，为什么地藏菩萨在中国佛教界就变成幽冥教主？为什么我们大家要7月的时候都不拜其他的菩萨，而专拜地藏菩萨？是因为地藏菩萨发愿，让你先王过去的所有祖先离苦而得乐。第23，请做个记号。那我反问你。 在所有诸佛菩萨讲这么多的菩萨里面，为什么其他的佛菩萨就在7月没有被重视呢？师父反问你啊，7月的时候，观世音菩萨可不可以救你的祖先呢？可以吗？哎，怎么没有声音？有吗？药师佛可以救你祖先吗？阿弥陀佛可以救你祖先吗？释迦牟尼佛呢？那为什么你们只拜地藏菩萨呢？这就很奇怪咯。 答案是因为地藏菩萨有先王离苦愿，对，因为他专门是孝顺，所以度一切的众生。24，束缚受身，你没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，就像前面说了，可以升到天上跟帝王或王城里。若是呢，你来生若继续呢行菩萨道，在人间或天上修持的话呢，那呢，他也会束缚受身，没关系，师父给你建议，来拿下去，移到前面，点在地藏菩萨面前，好，谢谢，对，就点前面，不然呢，你一直为这个灯很苦恼，好，所以束缚受身是指来生继续在人间或天上行菩萨道的时候，你走到哪里呀？3宝因缘的福德因缘都很具足，好。 还有一个先王离苦，再做一个记号。有人也问我师父啊，我的爸爸妈妈不小心过世，请问他在哪里？我怎么会知道？因为我没有跟你爸爸妈妈讲过话。拜地藏菩萨，在《地藏经》里面有写，真的，你想要知道你的家人死亡以后投胎到哪里，然后你呢37日21天供地藏菩萨，可以供在家里，供在寺庙里，或是供在灵堂都可以。你就每天念地藏经，然后念地藏圣号，求地藏菩萨让我知道我的家人投胎哪里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孝顺呢、是一种情执，孝可以感动天，可是孝像一条无形的线，它虽然投胎的，你会连着，甚至有时候你会想到他过去跟你讲的话。 所以你无法判断我的家人现在到底在哪里，所以你很想解决心里的答案，拜地藏菩萨。然后21天，注意听，21天若过以后没有的话，那表示呢，家人有一点重的业，继续再念21天。不要说师父3721我念完了，地藏菩萨骗笑不会有地藏菩萨没有，他真的在护念你，而是呢你要再做第二个21天，再做第三个21天。 至少每天注意听，你没办法念地藏经，要念1000声地藏声哈，这是在地藏经里面讲的。1000声你要每天念，不可以中断。然后你一直念念念念，21天以后，你就会梦到地藏菩萨在梦中真正带你的神识去看到你的家人，而且你可以跟你家人讲话，然后你心就放下了，那个执着的结就打开了。这也是地藏菩萨的。所以下次家人往生的时候呢，你不要来问我，很抱歉。 除非呢，他有我会尽量我的帮忙。可是呢，师父并没有办法知道每一个人呢，你家人投胎到哪里。有些人往生极乐世界呢，有些征兆呢，我是会很确定的。接下来看25，诸圣赞叹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的圣人啊，不管声闻成圣人、菩萨成圣人跟佛的圣人呢，都会赞叹你。第26。 有些呢拜地藏菩萨呢，小朋友或大人慢慢呢就会聪明一点，头脑就会开窍一点，聪明立根。27，饶慈悯心，就是他对众生啊会升起广大的慈悲心，甚至看到小狗小猫啊，他也很有慈悲心，乃至看到小蚂蚁跟小蟑螂，他也很有慈悲心。最后28，毕竟成佛。 注意听，毕竟成佛啊，这个我要多解释一下，不然你不要理解。意思是说，我们修行人是无量劫的。这样好了，举个例子好了，是不是想尽量举？一个小孩子没有念书，他到外面到处玩跑。有一天呢，你看到这个小孩很聪明，只是他家里很穷，没有学校，没有人帮助他去念书。然后你突然就出了清寒奖学金，给他说：“来，你好好念书吧，你很有才华。” 念书很重要，将来你才能够做大事，帮助很多人。你就出奖学金给他，然后他到学校去念书了以后呢，他就很高兴的，1年级、2年级一直念，最后毕业了。毕业以后呢，他就很高兴，在社会上呢做了很多的大事业。最后他也感谢你，他也一样兼所谓奖学金，我们以前叫清寒奖学金，给贫穷的人，帮助后面来的人。好，我现在举这个例子，注意听是什么意思。 是说我们凡夫啊，在修行的时候还没有证入圣人的我位，从凡夫进入圣人的果位之前呢、我们就像刚才我比喻的小朋友，到处外面玩，到处跑。那现在你拜了地藏菩萨，从凡夫你还是凡夫，你开始确定要修行了，你又精进的诵经、持戒，参加佛学班，有共修，你真的要诵文心学，你就好像进入这个学校一样。 但是进入学校，并不是说你现在就毕业，没那么快，你还是要有耐心的，1年念1年，1年念1年，在这1年当中也会进进退退，进进退退。你不用功的话，你会被赶出去啊，或当掉的。可是你若要用功，按照规矩这样用功的话，有一天你一定会毕业，所以这叫做毕竟成佛愿。这样听懂吗？ 所以成佛呢，还是要靠自己努力。但是呢，不管你在所有一切的众生里面呢，你呀都会得到地藏菩萨的护念。好，所以我想我们要学这个地藏法门，你先要改一个观念，念地藏法门不是只有度鬼而已，念地藏法门不是只有度你的幽冥界众生跟祖先。 地藏法门是尽虚空遍法界十方三世一切的众生都希望他成佛的，所以看幻灯片叫为利众生愿成佛。要成佛之前要有很多很多的条件，比如说你现在病痛缠身，让你很痛苦，当然地藏菩萨就满你的愿，疾病解除了。你现在呢找工作找不到，地藏菩萨就满你愿啊，给你找一个好工作。但是注意听。凡夫啊常常是临时抱佛脚的，疾病好了，地藏菩萨就丢了，然后呢，工作找到了，地藏菩萨也丢了，就是这样的。所以《地藏经》说，芸芸的众生呢，像大海里的鱼呀、被鱼网了哈，头出头没，头出头没啊。所以地狱轮回的苦，其实是你自己造成的，你业没有忏除。假如你修得好，你在天上人间继续修持，不论在家出家，你生生世世都会一直努力增上的。当然，最好的把握是到净土，因为到了净土以后呢，你就不会堕落三恶道，甚至呢，你可以见到地藏菩萨，地藏菩萨还放光啊，让你看到你过去、现在的未来。所以，这28种啊，也是归纳说，事实上地藏菩萨的功德是无量无边的。请看下面，复次须空藏菩萨，若现在、未来、现在世或未来世。天龙鬼神，好看幻灯片是不是写一闻到地藏菩萨名号，所以你要念地藏圣号。第二个礼地藏形象，一天起码拜3拜到7拜，对地藏菩萨的形象拜佛。第三，或是闻到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很多很多的故事，各位都知道有光目女，对不对？然后有很多很多的故事，按照地藏菩萨的所教的去做。乃至于你用梵拜、赞叹、讲经说法、赞叹瞻礼地藏菩萨，就呢可以得到下面的7种利益。请看，一者速超圣地，就是你会从凡夫而进入圣人的果位；二者无量劫的恶业，就像冰山一样，一定会恶业消灭；第三个，你走到哪里，诸佛菩萨都会护念你。把诸佛菩萨护念，请做个记号，它跟念阿弥陀佛的功德一样，一切诸佛所护念经。第四，纵使你自己有恶业，但是你肯忏悔，所以恶业现前的时候，你的菩提心也不会退。注意啊，以我的经验，修地藏法门呢，你若碰到邪恶的善友或邪知邪见的善知识啊，你心中会感到恐惧，你会觉得这个有奇怪哦。很奇怪哦，这好像不是佛法。你会有自己的觉性会现前，你会去判断。那你的菩提心呢，不会因为走错路而退转。第五个，增长本力，这里的本力是什么？戒定慧的功德力，请你写在旁边。本力增长戒定慧的功德力。第六个，我刚才讲宿命皆通，你因为修地藏法门，所以你对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的因缘哈，会从梦境或从禅定当中慢慢稍微了解一下，你就不会有怀疑。很多东西你看到了因缘果报就不会怀疑。就像师父丑陋的经验，我的身体不好就是有过去的业，我可以告诉你，到现在呢，我忏除了80%，我现在还是有，我也会不舒服啊。对不对？现在呢，冷气吹太多重伤风，不吹冷气呢变中暑。哎，这个臭皮囊是很难照顾的。吃太多肚子圆圆的昏沉，吃太少呢饿的呢没体力去念经跟打坐。所以我们做凡夫是很难照顾的。但是过去的业啊，你还是继续忏除的。对，你一直要忏除，但是要有信心。所以小心要提醒自己不要再造恶业。所以我发愿尽未来际，生生世世我都吃素，一直到我成佛之前，我1,000亿化身我都会吃素。虽然师父学金刚秤，注意听，我不会吃肉的。我曾经对我的学生说，虽然我学金刚秤的教法，我不会说，哎，下了课以后，来徒弟带师父去吃牛排吧。不要骗自己，酒肉肠里过，佛理心头坐，我没到那个境界。那你骗自己的话有因果的，那你也会骗众生，别人不会相信你的。所以我坚持，我绝对不会吃肉，因为我发过放网经的菩萨戒，菩萨不忍食众生肉，这是我生生世世都会是受持的。所以宿命皆通，你慢慢会了解啊生命。后来我慢慢修行呢，过去世的一些事情师父也知道，但是不用说，那是我的秘密。第七个，毕竟成佛，一定会成佛的。好，请看下一张图片，虚空藏菩萨，这是东密的造型。好，我很高兴我找到这里，谢谢菩提阁提供我这张照片。他们有八大菩萨，虚空藏菩萨。 虚空藏菩萨大家比较不熟，在东密里面才有。他头戴宝冠，然后呢，左手拿着摩尼宝，他是虚空藏菩萨。可见呢，他是非常有智慧的。为什么？虚空譬喻为菩提心的显现，犹如虚空中的彩虹一般，没有真实体，所以叫做虚空藏菩萨。 那八大菩萨注意听，八大菩萨是一个很重要的组合概念。你任何念其中一个菩萨，比如说你念观音菩萨，注意听，其他的7个菩萨也会放光加持你，他们是无我的。注意听这段很重要，凡夫都一直在分别。虽然你的缘可能对观音菩萨比较有缘，然后呢，那请问你拜观世音菩萨的时候呢，那其他7大菩萨会不会说，哎，这没事啊，你放光啊，哦，你就去救他，他不拜我的。 不会，八大菩萨是一起。对不起，我讲太激动了。八大菩萨是真正都会一起放光加持你的。你拜地藏菩萨，那你想，哎呦，不好意思，师父讲了这么多法门哦，我现在觉得我跟地藏菩萨比较有缘呢。那观音法门跟普贤行愿不修的话，那文殊跟普贤跟观音会不理我？不会，这是叫凡夫心。 解释为佛的境界，这不太正确。八大菩萨无我，一定都放光加持你。所以你药师经的时候，八大菩萨一定都来加持你。加持你的时候是什么呢？注意听，所有的菩萨都可以看到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所以他就会看你的念头，你发什么愿。假如你要是东方药师净土，那药师三圣就立刻现前。 因为我们在中阴身过程当中，我们的念头自己是不清楚的，走不了主。假如你这个人每天都发愿要去极乐世界，那他就会送你去西方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就现前。